哦，前面这边哇，哇一个对抗把德古拉，前面这要放掉了，传球扣篮得分。哦，有别于上半场的一个表现，就好我下半场哦，这边开启了进攻模式哦。Coast to coast， 面对两个人的防守，这边退掉了，变成一打一，一个转身又找到了得分的空间。钱伟如过底线，阿修罗退出来也来投三分，算是慌了。哦，云豹这波防守守得相当强势哦。下面再给拖车回给，造成了布拉的犯规。Dwight Howard 要上罚球线，布拉打手犯规。跑在这个布拉的前面，取得一个得分的空档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目前两分三篮板，不过对杜兰特来讲，前面也休息了将近要一个月的时间哦，所以还是必须要给他一点点的时间去重新回到比赛的感觉里面。你们的声音有没有要来包夹？再传出去，李冠廷。哇，撞进来一个转身啊，看到杜兰特好了，但是有哨音，全场的吵杂声把哨音给盖过去了。艾夫伯的中距出手没进，德古拉抓下篮板球自己带球，这个传球被识破了，人民轻松的上篮得分，超前两分球。艾夫伯的干扰非常，好尔的篮板球 coast to coast，Superman 飞过来，造成了布拉的犯规，做了。还做了一个假动作往禁区里面走，有响哨，又是布拉的犯规，布拉防守犯规哦。魔兽现在开启进攻模式哦，前面这边哇哇一个对抗把德古拉撞开，布拉尾随在后想要封盖哦，不过魔兽的这个弹跳的速度，它的弹速哦是相当快哦，所以布拉这个球想要封盖也来不及。哇，今天会有相当大量的一个罚球机会。哇，今天威廉的声音，我戴耳机都有点大声了。哦，这是他的舞台哦，他很 enjoy 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哦。基本上他也知道观众是来看他哦。看威廉吗？开始啊，来看一下主场云豹这边想要终止连败，下半场必须要能够。有别于上半场的一个表现，杜兰特好我下半场哦，这边开启了进攻模式哦。哦，他刚才在中场一直在三分线外围练习投射哦。嗯，那后来也有几个球，其实投射的准确性相当高哦。要来往里面再带一点点啊，最后是没有拿到分数。杜兰特好我拿到球之后，自己 coast to coast， 面对两个人的防守，这边退掉了，变成一打一，一个转身又找到了得分的空间。哇，今天杜兰特豪尔感觉在下半场啊又要一打五了，是到机会啊，看能不能串联这样的一个气势把分数给追进。哦，从外围面框做一个动态的机动性的这种切入哦，那他拥有在长人里面少数就拥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能力啊。杜兰特豪尔三分球力道大了，篮板球然后在篮下直接卡掉了布拉。哈德拿到球，又是自己带球，前面这要放掉了，传球扣篮得分，来了，哦，篮筐调整师。那现在把节奏慢下来，还不到三分钟的时间，83-76，杜兰特豪尔这边看看是不是要自己来处理，跟队友做了一个配合，看了一下，啊，这一抛。这该怎么说呢？把这个分数给抛掉了。哦，这样子的位置对于防守队基本上就是无解了。85-76，分数又很快的拉开啊。再来看一下，这金加博哈多，博哈多啊，已经给他站到在进攻免责区的一个位置，一个转身就是篮筐了。